Là, j'ai vu un gars harceler une femme ivre. Oui, oui, c'est celui-là. Yeah.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Can you speak in English, please? Huh? Okay, sir, you are arrested for sexual harassment. We're going to bring you to a police station. Wait. What did you say? Wait, shit. Are you kidding me? 你说的? 哎,我说大姐, 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你看清楚什么了,你就说我猥亵啊?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一叶障目、信口雌黄？你没搞清楚你就诬陷我啊！大哥，我是中国人，你是吗？你知道什么叫自尊自爱，什么叫礼义廉耻吗？我告诉你，我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我只相信眼见为实。我跟你说，就中国人脸，我跟你说，臭流氓！ 这是事故，真正的故事应该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上，让人不能自拔的除了牙齿，就是爱情。我是程浩，我有两份截然不同的职业：金牌牙医和恋爱顾问。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如今飞机、高铁一日三程，微信、邮件光速回复，一次爱一个人就叫忠诚。做是老司机也好，情场高手也罢，总之我这儿再不可能的两个人也能转角遇到爱。 人们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有的人出身就在罗马。我是罗月，五星级酒店大堂经理的候选人。5年前，我只身一人来到比利时，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操着一口不甚流利的 English， 想要融入另一个国度、另一种文化。 是要付出代价的。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慢，漂洋过海到大洋彼岸实属光宗耀祖。如今广告牌倒下，砸死的都是海归。就算我努力工作学习，生活充实，但在父母和亲戚眼中。
我不过是个不结婚的神经病。人们都说爱情要讲缘分，但不是所有的缘分都是天赐良缘，还有一种叫做造化弄人，在劫难逃。2017年5月16日，这一天我将要参加人生中的第18场婚礼。这一天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考核，享受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刻，但是却被一个没素质的祖国同胞搞砸了。陈浩，你大爷的，你怎么才来呀？婚礼已经结束了，慌什么呀？新郎是你又不是我，我来晚了不耽误事儿。阿普 party 已经开始了，我一直都按着不让开始，就为等你。不要说这些了。哎，你怎么回事啊？陈浩几点了才来呀？不晚，一点都不晚。先过去吧。他是谁呀？什么时候给我介绍？我不来，你这婚还不结了？邀功是不是？知道没有你我这婚结不成，我不会亏待你的。去吧。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新郎王宁最好的哥们儿陈浩。首先欢迎大家不远万里来到这儿参加我好兄弟的婚礼。其实呢，我是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有勇气走进婚姻。直到有一天王宁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他要求婚了。那时候我正好在我的舒克诊所给一位病人矫正牙齿，当我给那位病人套上牙箍的时候，我突然间明白了，其实这男人和女人呢就像是人的上牙和下牙，虽然注定要共生，却未必那么契合。而婚姻呢就像是这个矫正器，虽然看似给对方套上了一个箍，过程当中还要经历痛苦，可是双方两者一定会完美的走在一起。就像王宁和珊珊这样，既愿意经历痛苦又愿意许下诺言，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钦佩，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就像他们一样。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祝福他们，也祝愿在场的各位能够早日戴上牙箍。也许你跟我擦肩在茫茫人海，丛林落叶
very sorry. Mr. Wong, I really do apologize that your two bottles of champagne were so carelessly destroyed by one of our employees. I'm sorry. This is my fault. Now, Mr. Wong, here at the SciTech Hotel, we have decided to compensate you with two of our very finest red wines from our personal reserve for your pink liquor that was destroyed. We will also compensate you for the two bottles of champagne that were destroyed. We hope you'll be amenable to this arrangement. 你是中国人？哦，是，非常抱歉，王先生，是我不好，是我没有拿好您的酒。行了，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再说，中国人不为难中国人，照他说的办吧。谢谢你，王先生。Thank you, Mr. Wong. Thank you very much. Anastasia, come take these two bottles of wine here to Mr. Wong's room. And be quick about it. Go faster. Look, Lori, planning on next week making the announcement that you're going to be our new lobby manager. But from here on out, no more blunders, no more mistakes. You understand? Okay, I'm waiting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at. Now, these two bottles of wine...I'm going to have the hotel compensate Mr. Wong, but that gold foil wine that you destroyed, you're going to have to compensate Mr. Wong out of your own pocket. Okay. Lori,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Look, you're Chinese, okay? So deciding to make you the new lobby manager was not the easiest decision I've ever had to make. Don't let me down.Get back to work. Go.起火。买卖成了，人情散。回国以后啊，咱们就正式散伙了。不是吧，成浩？你刚才在舞台上说的那么情真意切，你真的能翻脸不认人？我刚才台上说的，那是我整套服务的最后一个流程。不是你不会真看上我了吧？我告诉你，这点钱可是买不来哥们儿，成浩。我们俩认识也就半年功夫，但是我已经看透了，你，程浩，不是一个认钱的主。我知道，你那都是生意，你老拿钱说事儿，跟客户划清界限，其实是怕自己走心。那你也想多了，我还真没那么多心能走，真的。那今天就为了庆祝我们俩正式散伙。好，还得嘞。怎么着？又完成一单？可我怎么就乐不起来呢？很正常啊。每次你完成一单以后，你都很失落嘛。也是，铁打的程浩，刘叔，哥们儿，是这意思。哎，怎么说话呢？哥们儿很结实啊，洪水都冲不走我。那是，海啸都冲不走你。来来来来来。哎，对了，豪哥。豪哥，你知道你那种人叫什么？张明，你呀也太没下限了吧？怎么了？你比我大3岁，一口一浩哥，您这褶子不嫌抻得慌。哎，讨厌，不许拆舞台啊！哥们在泳池旁边秀俩蜜，都是90后，代沟不能太大。滚一边去！哦，对，说正经的，你知道像你这种有2种职业的人叫什么？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词儿叫 slash 斜杠青年，什么意思啊？那你打比方吧，
你的显性职业是金牌牙医，隐性职业，保媒拉纤。什么保媒拉纤啊？我这是恋爱顾问。是是是是，不管是什么，反正就是因为有像你这样越来越多的不满足一个职业的人，开始身兼数职了，所以呢，你们的 title 必须要有更多的斜杠来展示。Slash，Slash， 这词儿不错，生动。闭嘴，很生动。老师，指点一下秘籍。你两个，哪个适合我？哪两个？你俩。那先说穿花裙的那个吧。你先告诉我，你对她印象如何？漂亮。皮肤也不错，身材凹凸有致，有说有笑的，应该比较容易上手。说完了，这还不够吗？那我告诉你啊，你看到的全是表面。仔细看啊，这姑娘今天晚上的妆化得很简单，口红全都留在杯子上了，但是却没去补妆。这说明他平常不常化妆。再看他的手指甲，没有做美甲，既整洁又干净，而且手里边始终握着手机，一来信息第一时间就读取。这说明人家很有可能已经有男朋友了，或者说啊，有社交恐惧症，无法真正融入这个环境。如果没判断错的话，这姑娘应该是那种非常内敛规规矩矩，一旦喜欢上一个人就一定会非常认真执着，不是你要跑那种。长知识了。那那个呢？穿黑裙的那个呢？ Nobody from now should leave for tonight. Everyone must focus attention on the court. We don't want any drunks pass out. I don't want to take any single complaint tomorrow morning, okay?Don't worry, Luo. As long as you get through this, next week we'll all be calling you Manager Luo. Fingers crossed. 虽然看似穿着一不出错的小黑裙儿，但这浑身上下的配饰却是心机的闪耀。话不多，可是行为很有存在感。你看，张罗着大家自拍，给别人拿酒。就差满场去晃悠，高呼“都看我，都看我”。在这种场合里头，得自拍者得天下。照片拍回去，把自个儿 P 得漂漂亮亮的，朋友圈一发，你说今儿晚上谁最闪亮？而鉴于你的一贯表现，当然是黑裙子对你更有挑战。靠谱。老后说送佛送到西，我就再多说两句。好，你待会儿过去啊，直接奔着穿花裙子的。你要让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你是主动奔着他去的，今晚上就差不多了。声东击西是吗？你想想，一个在朋友圈都要最闪耀的人，他怎么能受得了现场的冷落呢？你这样主动去找花裙子姑娘多说话，你才能够激发那黑裙子姑娘的好胜心，她就会反过头来主动对你出击。你呀，太坏了。You know how I do it with ease. The kid's so cool, must have thought he was a book. Plus, I'm kinda cute, don't believe me, then look. You can't stop the swag.We'll be right back.
All right, next. Forward, forward, forward. A little bit more. Almost. Stop! Aha! Found it. Told you. All we had to do was look at surveillance footage for evidence. It's okay. Let's go back. Thank you for your work. Boy, they're sure having a good time by the pool. Oh, shut. Are you 100% sure? I'm very, very, very sure. Oh, so what happened? I saw that guy try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girl. Oh. So that's why you hit him? Yeah. Okay, so your signature, please. Okay. Seriously, sir, not a bad guy.我说姑娘，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你才有病呢！都是中国人，跑到比利时来撒野不嫌丢人吗？注意点言辞，这是警察局。警察局，搁中国这叫派出所。我有时候真搞不清楚啊。哎，是不是你们这种常年扎根在国外的人特别怕暴露自己的国家属性啊？明明知道是中国人的 party， 还整天晚上都讲英语，怎么了？讲中文丢人吗？中国人讲中国话丢人吗？现在又想往自己同胞身上泼脏水，哼，也不看看你那样，不用我泼你就够脏的了。哎，哪个正经人的大半夜的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干那种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什么你啊？啊，行，行，来来来来，我来跟你捋捋吧。啊，大半夜的，你睡在泳池边上，喝多了，起来一看，嘿。有一个姑娘躺在地上，比你还醉，干嘛呀？现成的白捡呢、啊，捡尸啊，不捡白不捡。可是你也太猴急了吧？啊，光天化日的，总有路见不平的。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是没敲死你，就赖我自己手劲太小。关键我发现你这人想象力够丰富的，你干嘛的？你这嘴怎么这么损呢、啊？还有，别跟我这说什么爱不爱国的。只有像我们这种常年生活在国外的人才知道什么叫爱国。说英语那是酒店服务标准，我收拾你，我更是见不得你在外国人面前散中国人德行。还有啊，我告诉你啊，今天你遇上我，算你倒霉。就是今天，在我眼皮子底下绝不能出事儿。行，打住吧，我也不想跟你打嘴仗。等会儿，等我们比利时警察叔叔把那监控录像拿过来。咱就知道到时候谁倒霉了，等着瞧，等着瞧呗，等着瞧呗。小丫头片子，你才小丫头片子。你等着，你等我出去的。你出来呀！警察叔叔，那监控录像来了没有啊？你们能不能有点工作效率啊？
The lady was drunk, and her vomit almost choked her. If the man didn't help her, she could have died. The investigation is clear for you. You are released. You can go now. Thank you.小伙子，出来了。哎，怎么样，够哥们了？一听说警察摁的是你，立马撇下姑娘出来营救。还撇下姑娘？撇下姑娘，你早过来了，现在几点了？天都快亮了。嗯，是不是你这是为什么呀？啊，你还好意思问为什么呢？那你不会……哎哎，姑娘，过来过来。说你呢，过来呀。谁呀？ 说说吧，这事儿咱总得有个说法吧 ？OK， 我承认，这是个误会。误会？您这词儿用的也太轻了吧？啊，我明明在那儿救人一命，你倒好，从我后边啪来一瓶子，还让警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铐上手铐塞到警车里，拉到这比利时派出所。我告诉你，活了三十好几年，我也没受过这种奇耻大辱。没错。 我告诉你啊，我们程医生一直就是个体面人，是吧？那你说这不叫误会叫什么呢？你都趴到那个姑娘身上了，能不让人误会吗？再说了，误会也是有原因的。自己丈夫流氓相，也不能赖别人不把你当好人。嘿，嘿，你等会儿，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啊，说话都横着蹦啊！不是，那你说该怎么办？ 我正式给你道个歉。打住！如果刚才在里边跟我好好说，跟我道歉，我接受。现在晚了，这事儿咱没完。这样吧，咱们先去医院。嗯啊，我去做个外伤鉴定，咱们完事儿再说。嗯啊，等着啊！哎，我说。 你就这么放过他吧？怎么可能啊！就是啊，别看这丫头嘴硬，咱俩人呢，咱怕她。我告诉你啊，就这种女的，典型的是一直在欧洲待时间太长了，没亲人，没朋友，没男人，就是一毒河豚，逮谁伤谁，炸刺儿。嗯，所以对付这种女人。 配备可以啊。
Mr. Chung, we received your letter of complaint and your medical report. We've come to offer an apology. 别见面了。 Come in. Sit down. No, thank you. Mr. Chung, at our morning meeting, we had a very thorough discussion about last night's unfortunate events. Sorry, 陈先生，因为我的失误，才让你有了一段不愉快的经历。 瞧你这不情不愿的样儿，这事道歉吗？等等等等，你干什么呀？这是？陈先生，我这样的诚意够了吗？打住！您幸亏没带一花圈来，否则我这一大早呢，我就让人给上了挽联了。你们这…… 你也不懂我们中国这套，重来。Mr. Chung, you know, here at SciTech Hotel, we would like to treat you to an all-expenses-paid trip to Antwerp. Yes, we'll provide you with your own limousine and your own driver, and we hope in this way that we can put this whole unfortunate business behind us. Oh, 对了，我听不懂英文，给我翻译翻译。 我们经理说，因为我们的失误，给您带来了不便，接下来您所有的游览费用都由我们承担，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哦，这样啊，哎，这不错。哎呀，可是我不会说法语，英语也不灵，出去跟人也没法交流，这怎么出去玩呢？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配一个导游，再加上个翻译啊？ 再给你配个人间大炮送你上天得了，行，姑娘，<笑>行，丫头啊，这两天跟你接触我也发现了啊，不光英语不错，法语不错，中文的造诣也不错，那就你了，翻译啊。 Chung,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See you. Have fun in Antwerp. Bye-bye. Bye-bye. Mr. Simon, I would like to ask for someone else to do this guided tour. What? Can you think of anybody more suitable than yourself? I think... No, no, no. You think too much, okay? Everybody here at SciTech Hotel has their own responsibilities. This is your problem, you solve it. Yes, that is my responsibility, but you see, the guest obviously has an opinion on me. And I'm worried he'll give me a hard time again. Yeah, yeah, you know why he has an opinion of you? Probably because you landed him in jail. Okay? Now, look, if you're just attentive in your service, if you're sweet to him, he's not gonna laugh in your face. But you need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You need to change your mindset, and I don't know, try to be a better person, okay? Oh, and you know what? I'll tell you another thing, too. SciTech Hotel resolves itself of all responsibility from your little accident. SciTech Hotel resolves itself of all responsibility and expenses. You're gonna have to pay the cost for the repairs. And you need to repair with Mr. Chung. You don't want this to affect any opportunity that you have at advancement, do you? Think about it.
罗小姐啊，哟，这车可真够大的啊！来，您介绍一下，哎，我哥们儿张明阳，悠悠。你好。哎，我知道，这不是那个河豚小妞吗？河豚。你好。对。咱俩熟吗？给别人取外号，这是小学生干的事儿吧？真够刺儿的，哎，那您倒是自我介绍一下，怎么称呼？ 天快黑了，上车吧。天快黑了，赶紧上车吧。他这名字怎么这么长啊？嗯，哎，我说，你这榜一回奥桶朋友，你怎么这么爱挑战呀？那就看谁贬谁呗。我告诉你，我这人啊，最看不惯的就是中国人到了国外难为同胞的做法。嗯，这不是给祖国脸抹黑吗？所以说呀，这种素质的人，咱们有义务制止他。 否则以后得祸害多少无辜群众啊，是吧？走，上车。哟，这怎么弄啊？哦，这儿。哇，哎呦，我说呀，你时也有狗急兔子哈。哎呀，好。火。办事同根生，健健更健康。 安特卫普是比利时最大的港口城市，140平方公里，人口48万，四级。等会儿，你这进入角色也太快了吧！说让你给我们做导游，你还真背词儿啊！我读书的时候干过兼职导游，带的都是中国的。哦，勤工俭学啊！出国留学的不都是骗着家里的钱出来挥霍的败家子儿？ 更新一下眼界吧，哥哥。那罗导，您这是准备带我们去哪儿啊？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古建筑和博物馆，特别适合你们这些有知识、有文化、有素质的高端人士。这听着怎么都不像夸我们呢，你就当夸你听。哼，别了，我说罗导，你呀。 所说的这些什么名胜古迹，游客们都去拍照那些地儿，谢谢您了啊！从这个导游名单里都给我们删除了。那您想去哪儿啊？你来这儿几年了？5年。哟，那老人了，5年可不算短了。那既然老人，你就得带我们看点真正老的地方。 啊，一般游客去不到的地方，哼，事儿啊！怎么说话呢？我告诉你啊，态度好一点，服务周到一点，我还是有可能去找你们经理把那风投资给你要回来的。我还是有可能去说点好听的话的。嗯，嗯，嗯，哼哼，好。 既然各位都对古建筑和博物馆不感兴趣，那我们比利时还有三大特色：钻石、啤酒、巧克力，都是不错的选择。哟，钻石、啤酒、巧克力，这就是爱情三要素啊！甜蜜、苦涩、永恒的甜蜜和苦涩。哎，那就直接啤酒。来，我说，直接去钻石店啊。 然后再去啤酒坊。对，吃的喝的，再加上带的，哎，你们俩干脆跟这儿直接领个证得了，行吧？
Just like we.